还会吃蓝莓啊？哎，一碗。蓝莓不要，我吃咖啡，加蛋牛奶。Oh, yeah.
的相片在那边，一刚开始觉得哇，这样会好用心哦，因为我之前参加田中马的时候，也有田中相亲，会用田中的相亲会用纸板写 Wendy 加油，然后想说哇，今天这个也好温馨，没想到我老公就冒出来了。母亲节快乐！很感动哎，很惊喜。Wendy 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母亲啊。他虽然工作非常忙碌，但是他从来没有对于生活上完全都没有代谢过，真的很感人。我老婆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妈妈，谢谢，很感动啊。